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各位是方神地师，大家午早。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，因为智慧的不足，往往有真侪视觉差、疏忽的所在，真侪造成因因果果、果果因因业业报报啊。为报伫身体未拄好，为报伫家庭红阿某的感情未拄好，有诶报伫爸仔、母仔结冤仇，有诶报伫朋友弟兄结冤仇，嘛真侪互相相相杀。啊，报伫家奴家家，报伫咱防毒死，等等咧真侪业报，所以世间叫做苦海呀、叫做苦海。啊，苦海，咱既然伫苦海，咱爱找一条离苦得乐之路，所以大家多做善事。善事是光明，歹事是黑暗。一天一地一阴一阳啊。那么咱要对阳去行，咱莫对阴去行。叫阴去行去做，也是咱业报一直爱发生千真万确。啊，曾经有一位信徒李叔，住伫玻璃岭。来请示老祖王禅老祖几个神师，讲伊身体呐，遮尼歹，遮尼歹啊！哦，身躯安尼粒啊生未了，骨折要弯嘛艰苦，大艰苦啊！那么老祖甲开始，你第一真心啊，你着偷鱼、掠鱼，过来即生你阁做专门卖活鱼。好，要换伊，你阿咧跑去偷个汉破，好，你就开始抬。你这唔是你做诶，啊，人无欠你诶，你唔通去做啊。你信徒，我啥目睭目屎倒一流出来。老师啊，老祖啊，我家庭生活我无做这個、要食啥呢？我讲你用做未死诶鱼啊就好啊嘛，一年都安呢。唔是讲你抬换鱼死鱼问题，啊，你都卖。买的话，无咧本钱，等于少做一工。我找两个老师，甲一直爱安尼，阿改，你身体用啊，你身体有啊钱欠起来，你就有存啊嘛。所以等于开始换卖死鱼啊，换鱼买台啊，好好忏悔。我你去个玻璃去城隍爷，去个城隍爷求忏悔。啊，城隍爷会原谅你，因为你过去唔知。前生的无耻，这生阁犯着，所以你业报会遮侪，等下真正去啊城隍爷，好、哦，再时叫城隍爷，用都去拜城隍爷，解决了，身体才真用呀。万人代志拢因因果果啊，唔是无，大家不要开玩笑。咱伫世间真正业报，包括我嘛同款，我嘛同款，细汉唔捌。头鱼啊，掠鱼啊，钓鱼啊，电鱼啊，毒鱼啊，等等，等下我知影三世因果以后，我心足艰苦的，足艰苦的，一直爱忏悔，一直在忏悔啊。后来咧，民国七十一年有好一年，死无去了，吼、哦，台湾祖师甲我救起来，我知影好念佛，家己好实践忏反省忏悔以后咧，我身体用起来。即摆体会到三世因果业力的厉害啊！一个人业报相当，你百事嘛未顺，顺事嘛未，事业嘛未顺事。所以要做官好嘅人，前生一定要做足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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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代志。那么咱是安尼怨妒别人，甲咱嫉妒别人。你若讲怨妒别人嘅事啊，你一定
孤独、悬挂、孤独，百遍拢教伊，教伊会记哩。咱无按倒别人，达最未想按倒别人。咱爱赞叹他人，咱佛都会赞叹众生啊。咱人不要去赞叹别人的成功、别人的成就哈，全无智慧。我真是徒弟嘛，这种的徒弟，爱忏忏悔，爱反省，爱忏悔，无智慧、愚痴、枉费做人。所以咱不要怨妒别人啊，咱来世间不要怨妒别人诶。咱来看人的优点，咱爱来学；看人的成就，咱爱去学习去打拼。咱不是说后面就一直讲是非，搬弄是非。那这种人是非常可怜的人，而且是可恶的人。这个因因果果一定会家己去承受承担，所以会记得咱达准无怨妒别人，那怨妒别人，烦恼一定到位百分之百。曾经咱就信徒先生，伊咧原来甲朋友共家做头路。啊！伊甲朋友讲起做头路咧，朋友的事业非常成功。啊！伊想要碰朋友的福气，吼、哦，讲起找一个头路，朋友甲投资来做。结果这头路在做咧咧，本来比如投资一千万，结果头路运转咧有生意之外，结果爱两千万、三千万啦。当时甲朋友讲，吼、哦，伊朋友甲伊讲，一人一半，吼、哦，即摆你一半，我一半，珍珠嘛奖一半。结果呢？爱珍珠，伊无钱要珍珠，啊，朋友伊一直爱珍珠，那无生理就会当定的。结果呢，拍歹感情了呢，一直一直的诽谤伊的朋友啊！啊来问我老师啊，我朋友落安落苦到我，你卖讲，你的根本你的缺点上济，第一攀缘啊，攀缘攀缘是苦。无智慧，无能力，无你尻川食咧下药，你甲侬怪朋友，人朋友假使若有唔对的事，是安尼公司遐有遐大间，事业遐顺心，遐一员工好得好饲，你一个人都饲袂饱，你是安尼哪有可能？你唔好啦，莫去甲侬怨妒别人啊，你该来反省自己，反省自己啊，你才有成功的一天啊。等下想有一阵啊，倒过来啊，老师谢谢。我等下家己所想，我拢唔对，我朋友拢对，我拢唔对，我当唔知要安怎，生活有问题，我无简单嘛，我生日是有饭我食嘛，逐工坐车起来食饭我请你嘛。哎呀，老师，我足艰苦啊，唔知要安怎。我紧嘞，等下朋友回信你。因为你心头、大头你压掉啊、跌掉了呀，你所以你会百事未顺，心头未开的时候，头脑都无去啊，想法都无去啊，想法无去的时候，你就事业都未顺失啊嘛，无智慧啊，吼、哦，足欢喜，等下去甲朋友回信咧，好、哦，真虔心甲朋友回信咧，拢也唔对起来，那么了，心头拍灰，拍灰咧，好无几工咧。有朋友讲，你爱在食头路啦，家庭的生活要紧，家庭的生活要紧啊，你唔通安尼。哦，你这个钱是死的，人是活，感情是活，活人唔好去死物件受创滴去啊。所以，咱这位信徒先生，搁起来，老师感谢你。我唔知因果的厉害，因果的厉害啊，本来因果就是非常厉害，所以大家不用开玩笑哩。好，咱来。看这叫做啊，不经文，好了，看经文。雷怕会修为何因啊？大清修道不公平，好家杂相为何因啊？真是冤冤家对头人啊！万般自作还自受啊！地狱受苦万何人啊？地狱受苦万何人？各位，哈，咱的世间每每是欢喜甘愿。买卖欢喜感恩，咱绝对唔通讲偷斤减两。尤其咧，咱做工事的人，咱绝对袂使你讲偷工减料。我常常报纸看的，电视看，好，咱管市政府真侪做提防博客的，还本来是遮高，结果真来遮薄啊。这偷斤减两同款的罪咧，要雷拍火烧咧，开玩笑啊！
你若有材料，你就包嘛；无材料，你就卖包嘛。是安怎要偷工兼料？偷工兼料，足无道理、足无慈悲、足无爱心的人啊！你即个安尼偷工兼料，吼，咱那是工程偷工兼料，起厝嘛同款，像九二一进前足济灾难的即个厝咧，都是拢一个偷工兼料啊！才会地动火的多翘翘，这个因果你会去担无？生生世世做有做袂，你都无大行啊！开玩笑，每个人拢是佛来转世，菩萨来化身来，咱是要来世间做好事的，咱是安尼糊涂去，唔知影家己的本性遐尼伟大，结果做一个糊里糊涂的业报，爱家己担，嘛无法度替你去承担呢。雷怕会烧啊，雷怕会烧啊！所以各位啊，咱爱注意，所有一切予雷拍火烧的，这拢是予咱一块镜，予咱看。咱唔通做恶事，唔通偷工减料，唔通偷工减料。会记哩，会记哩。好，过去了发生过，好啊，忏悔，多念佛，拜佛，搁重新做，咱接过来。赚了钱，失了德，但是无好就对啦。德是生生世世，钱是随开就刷就无呀。但是咱的污点、咱的罪过、咱的罪恶，永远是留掉的啦。无影讲吼，死了后叫人西公、西妈、西孙啊来轻轻轻轻轻两下就煞的，无可能的代志，无可能的代志啊。所以各位爱注意啊，吼，咱去好好家抓伤是啥原因呢？咱完成借助，真是的，吼，咱就完成借助。结完仇，所以咱每一届发挥是安那有一项，有一项叫做超度完成借助呢。哈，咱的超度个人完成借助，累积完成借助是安那。咱前世人甲人结完仇的，你讲结完仇，后世人哎，我出世做蛇，多你加，伊无出世做蛇咧，伊化神蛇是护法，天龙八部的护法，伊嘛甲你加，嘛是丢嘛。所以咱唔好甲人结冤仇，唔好做死对头。咱若要甲做死对头，要甲结冤仇的时，你这灾难你也得去承受受，家己去承担。不要开玩笑，爱知三世因果，佛所讲的声声句句拢是真实的。咱有歹习惯，紧来断掉去啊！忏悔，忏悔，咱唔通阁继续阁发生伫咱的幸福顶，慢慢发生伫咱的家庭，慢慢发生在你甲我中间，但真唔好结冤仇啊！所以咱就两岸，吼哦，我想啥办法要做死对头？我甲你讲，冤冤债债，家己爱去业报，爱去承担。咱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，尊重每个人，拢是佛菩萨来出世的事。我相信呢，咱得着心安自在，心安自在的幸福，咱就光明啊嘛。咱今日时间的关系，到这一段就祝福各位。